儿看，喝了酒睡了觉也得，吃了喝了休息了也得挣点钱呗。150块钱。是都为了录像，不是吧？就是为了录像。你的成本也太高了点吧？做一个好的一个宣传，卖的会更多嘛？好机器才这么操作嘛？休息了，你的车报废了，下不来了，你也不能去折一个多月的话嘞，你跑折那个锻炼身体，自作进球。啊，对，进球。啥折了？哎呀，这样看着超新鲜。刚才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刚才那个太阳光刚好对着我。